刘青云、郭蔼明呢对公认嘅鱼圈模范夫妻，一得闲就会孖公仔去拍拖。两公婆佢拍拖好普通啫，但结婚19年都仲系咁痴缠，就好少见啦。早前一仔喺又一城见到刘青云，郭蔼明啱啱睇完戏出嚟，郭蔼明捉到老公实一实，想揈都揈唔甩啊！就算揈甩咗，老婆又系好快咁撬实老公唔放，系咪咁恩爱？系咪咁痴缠啊？不过近日天气又热又焗，出到室外真系好似焗桑拿咁，所以佢哋两个都醒水唔再糖黐豆，费事黐立立啊嘛。其实郭蔼明咁多年嚟都系咁冧老公，唔系冇道理。刘青云搵到钱养家就紧噶啦，重点系红咗咁多年，你方冇姐姐仔埋身咩？特别系翻大陆拍戏《山高皇帝远》嗰阵，但佢有一个谂法，足以杜绝其他人介入，就系日日挂住对方，拍完戏就翻屋企。难怪要捕捉佢两公婆拍拖咁鬼容易啦。况且青云唔系放咗工翻到屋企就翘埋手咩都唔做噶，依然会帮老婆分担屋企嘅事务，就好似带狗仔去睇医生做检查，顺便买狗粮咁。一个男人拖住只老狗散下步，慢慢行翻屋企，都算得上男人老狗的浪漫嚟噶。